分钟告诉你机甲车的变态之处。这是也是一位大佬给小杰投稿的法老金字塔，差点就突破一分钟以内了。把弯道开成直线，把直线开成连续图，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感觉两年以内出的 A 车都无法与机甲车抗衡，就在这里释放了机甲车专属于 Q 一路延续强无敌，然后再利用最后一秒时间在弯道直接开个氮气叠加未结束的两个小喷，硬管是真的日子。接下来就一起欣赏这机甲的丝滑操作。